终于面诊有秘密，肝部病变，脸上两个器官全暴露。您知道怎么看吗？要肝护肝不用舞刀弄枪，一杯茶一个穴位就能帮您心肝火解肝郁。你想学学吗？赶快跟随王洪波教授一起揭开面色里的健康密码。简介：首都医科大学教授、主任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市民老中医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诊断专业委员会主任，国际生物医学特征辨识学会副主席，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分会委员，擅长查测切脉诊病，针药并用治愈疑难重病。肝病变的四大表现：一、情绪差，脾气急躁易怒，或容易生闷气，钻牛角尖；二、色斑暗疮，肝火盛的容易有暗疮，肝气郁滞的人容易起暗疮且不易好；三、体重虚高不下，容易形成脂肪肝；四、血液病，再生障碍性贫血、白血病、淋巴疾病大体都与肝脏有关系。解毒肝脏在面部的二大显现部位，肝色部位置鼻梁，两个颧骨的最高点做连线，在鼻梁的最高点与面部中线相交的部位，即鼻软骨和鼻骨的中间，这个部位出现起色形态的变化，说明肝脏出了问题。肝色不发暗，说明情绪不好；肝色不发青，说明肝气不舒，肝气郁滞；肝色不青里透红，说明气郁化火；肝色不发红，说明肝火太大；肝色不出现隆起变硬，是肝脏的慢性疾病，如肝硬化等征兆；肝色不隆起青黑，说明有肝硬化而且发展成肝癌。专家提醒，鼻梁肝色部正常的颜色因为淡淡的青色隐隐约约看不太清楚位移。肝色部位置耳朵，肝脏在耳部也有反射区，一旦肝脏出现转氨酶变化，肝炎、肝硬化甚至肝癌，这个部位都会出现相应的颜色变化。养肝护肝三大妙方：枸杞菊花茶。方法：选取枸杞10克，菊花6克，冲泡饮用，泡到没有味道后将枸杞和菊花食用。功效：适用于中年人视力不佳者饮用，坚持饮用可改善肝火旺引起的视力不佳，逐渐提升视力。专家提醒，单独使用枸杞易引起上火，因此搭配菊花效果最佳，若经常饮用则需选择贡菊。优质的贡菊花性味绿色，花朵较大丰满，贡菊不寒凉不伤脾胃，其他菊花相对偏寒，不适合长期饮用。太冲穴按摩位置：位于足背侧第一二指骨结合部之前凹陷处。按揉方法：用拇指按住太冲穴向前推按，按压太冲穴越疼说明肝气郁滞越明显，按揉到不疼痛则肝气得以疏泄，同时有降血压的功效。吃肝可缓解肝虚视力不佳，动物肝脏中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， 是合成视子质的重要物质，所以当肝虚目不明夜晚看不清的时候吃肝可以明目，其中养肝明目效果最好。专家提醒，动物肝脏每天不能超过3片，对于血脂高脂肪肝的人不能吃肥肉、动物内脏及动物头。祖传养生四铁律：一、不喝酒。专家特别辟谣，对于红酒里面含有白藜芦醇可以软化血管的言论，科学研究发现，如果想发挥红酒的软化血管的作用，每天要喝3000瓶，因此日常喝酒无法达到软化血管的功效。二、勿堕欲。三、勿贪财。四、勿生气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